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啊，这个网速。继续这个创造创世小玩家吧，玩到七点咱们玩那个行尸走肉。谢谢祝，谢谢3903。哦，创造啊，谢谢点点送的萌，谢谢神逼送的大屏，谢谢。啊，谢谢点点送的萌，谢谢。这个好玩啊，不是说我这个玩上瘾了，新游戏嘛，好玩。哎呦，这个城堡一直没找到。谢谢我们的 PX77。哎，这几个 boss 也没看到啊，都是 boss 级啊，估计很难打。哦，谢谢 ST。第一章还是第一章啊！我操！我现在还在这个普通的平原，其他地方还没去过。谢谢小毛。噔噔噔。噔噔噔噔，僵尸那个游戏等一会儿，七点钟玩，还还任务啊？罗多跟我说了，你就是传说中的铸剑师，他让我学点招式会变得更强。在大木锤的里面，在麦基德上面有会新招式的怪物，可以学招式。在那边吗？我去看一下啊。不行，我先睡个觉，睡个觉，把这个横一下，先睡个觉啊，不然天黑了呀。谢谢 YY， 谢谢 YYY 送的十个好萌。噔噔噔，这个就是 Q 版的《我的世界》，这是我造的房子，我造的家，我先出去吧。他说我现在可以学招式了，我现在拿铜剑比之前拿的武器强多了，踩的铜块。啊，谢谢我们的舅。这个电脑暂时玩不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玩。谢谢摸头送的一个大屏。哎，这边过不去，我从那边过去试一下。游戏叫做《创世小玩家：勇士斗恶龙》。搞点树枝。昨天晚上连跪。说的是山的这一边，要爬山。谢谢狗洞送的十个大金，谢谢狗洞，谢谢狗洞。这奇美拉，先不打，这怪很恶心，怪比较恶心。换锤子吧。
砸一点土块吧。哎，啊，我的世界加强版，对，好。这个奇美拉主动攻击的，但锤子攻速比较快。我可以从这边爬山爬上去过去，看点技术。看一下地图，朝我那边走，朝那边走可以学到新的招式，也可能会这个找到新的材料。哦，那边有个神殿呢，那边好像还有一条龙，一条龙，这边没有来过，那边摔死，那下来了，史莱姆。好一点，这边神殿我进去看一下什么东西。啊，前面好像有个大 boss 龙啊，一条龙，你先不过去吧，也是怪。有饥饿值啊，你不说饥饿值我都忘记了，这个面包是饥饿值，一共五个面包，快饿死了，吃一点。先饱了，吃饱了。哎，这上面有个篝火，哎不对，这个地方什么地方？学习怪物新的招式，问题没有啊，走错地方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在睡觉。我操，打不过，我操！这 boss 吧，应该小 boss。啊，一滴血，19。哎，能磨死。他打我很疼啊，哎我操，好像干不过，我快被他搞死的，这很酷送的一大瓶，不是我连护甲都破不了啊。打不过。啊，我先走。跟他干没意思，但打不过去，护甲都破不了。能破护甲的时候就可以干了。是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吃那么多药，好难干啊！小恶魔，要不我飞回去吧？应该是传送到那个蓝门，传送过去。我现在没有坐船过不去，我又不会游泳，飞回去。谢谢基欧，从传送门那边过去，对，我过去试一下看一下。我现在可以学新招式，等我把人练起来之后就好了。这是我做的房子，铁炉锻造，我过去看看，存个东西，把羽毛存起来。
我要帮毗邻做一个房间，如果房间有挂牌式的招牌，需要稻草蹄子、药罐、女子挂牌装饰。哦，想出了女子挂牌，表示房间所有红色装饰，房间会用成女性专用。男子挂饰，男子专用。这样的话，他们男女就不用住在一起了。他想让我给他做一个，好吧。好，我先传送了我先去学这个招式吧，学招式魔法，就这边咯。什么怪物啊，要打什么怪物能学的？天快黑了，好无聊啊，在干嘛？配方，这是房屋配方。走路打野战，打什么野战啊？往那边走是吧？天快黑了啊，我先去找个地方睡觉。我记得我在前面做了一个房子可以睡，我先去我那个房子睡一觉，睡到天亮。天黑了在外面太厉害了，打不过。游戏叫做《勇士斗恶龙》，《勇士斗恶龙》创造者骷髅兵。我穿着护甲，这骷髅兵干不动我。我操！我先回去睡觉。是这吗，房子？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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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里面有人。来怪了，来怪了。哎，我操！首次获得大木锤人偶，大木锤缝衣针。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外面有很多怪物，我很害怕。龙王他们很过分，为什么要剥夺人类的能力啊？人类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？看到人类就有出手。你对梯子有兴趣吗？哎，他教我学梯子，想除了学会梯子。我们是大木锤的军队，躲在这个地方。外面那些骸骨老师会欺负我们，欺负我们，欺辱我们。最近才会成为龙王的手下，好吧。妈的，我要睡觉啊！我的骷髅兵，哟，我躲起来。这边这个位置很尴尬，没地方睡觉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，有 boss！ 哎呀，我操！我错了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能睡觉不？哎，我操！
来，小 B。把土做一下子，把家做好，把家补好，补好就可以睡觉了。什么鬼？他进来了，我操！下面被我打空了。哦，房间完成。哎，我床呢？我操，我床放仓库了！尼玛，吃点果子。那补个药。啊，刚好天亮，对，运气还算不错。粘土土。很久之前写的文字。我要把那个篝火带回去啊，那个篝火。篝火想带回去吧。房间摧毁。我去打那个 boss, 去打那个 boss。垂钓火把。啊，欧剑可以打开仓库吗？不能啊。稀有物品没有啊。天剑呢？没有啊。打开仓库。哦，随时随地的开仓库，这么屌。哇，这个大仓库，这不是移动背包吗？我操，那要什么都有了。你不说我还不知道。哎 boss, 然后卡位。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等一下，绕，绕，打一下，跳一下，打跳，还有一个奇美拉，还有一个奇美拉没有死。干得过啊，这波垃圾啊，跟那个 boss 比起来这太废了。这个我疯狂输出不就行了吗？菜啊，菜啊，那几个箱子木箱。腐朽的护栏，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吗？看地图，往这边过去就雪山了。我要过去看一下嘛，从这个山翻过去，我可以翻过去。我要贴点木头可以翻过去。这龙垃圾多了，对，是你妈垃圾，废的，废的。可以过去看一下，嗯。过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刨个隧道，好。太硬了，敲不动，我这木锤敲不动，太硬了，不用刨隧道。这样过去。这样不就行了吗？哎，
这个所需空间不够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可以的，谢谢嘟送的小屁股，谢谢。这边还有很多曲美拉，我那边走不知道什么地方啊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。反正我没有回声卷，不怕，不怕走得远。那地图是无限地图。看能不能找到新东西，新 boss， 可以打。应该我现在应该可以学技能，旋风掌了，应该可以学新技能。而且附近可能会有宝箱什么的，我先过来吧。橘色史莱姆，这边有矿，挖一下。雷。好点矿，全矿。不不，我要把，我可以把这个山给拆通。但这边有银块啊，银块好像很稀有，先把这银块敲了。银啊，这边是银，两块银。若冰想干我啊！哎我操！哎我操！谁过来？银块，这个位置敲银块有点尴尬。哎，这差不多了，已经差不多了。银块拿了，我们就走吧。那就走去后面看一下。哎，谁在吐火呀？奇美拉是吧？我天，他妈又黑了，怎么天黑那么快啊？啊！我还没走多远呢。我地图好大，我又伸不过去，最多只能看到这里，最多只能看到前面一点地图。城堡，哎，我好像看到城堡了，前面有个城堡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是真的，那是城堡啊。哎，我要在这做家，我要把城堡变成自己的。谢谢，请问敲诈，被敲诈怎么办？宋大平，谢胡大神，宋大平，被敲诈，被敲诈杀他全家，报警啊！谢谢我们的夜夜，我有个城堡哎，我操那城堡哎，哎我操，哇城堡啊！哇，这城堡好大呀、啊！我操，这城堡好大！哎呀呀，这什么？哎，我要死！我跟你们拼了！我操！不行，我药也不多了。呦呦呦！我先让我进城堡看一下吧，这城堡好大啊！小骷髅兵，好大城堡，那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啊！我先进去看一波，我有回声卷，我不怕，我有回声卷的，等我干不过这回神就跑。我血量还行。药用叶子，药草可以做药草，恢复30点 HP， 可以做出森林沙拉，恢复一格 HP，
啊，十五度恢复一格，十点 HP。药草，搞点药草。那我要不要在这做个家算了？在城堡的门口做个家不就行了吗？也可以哦。要不要做家？要不要做家？我现在应该能在外面存活。可恨，太可恨了，有个人。你该不会看到我吧？负责保卫这土地的，而与龙王军队战到最后的士兵，保护城镇基石，将石之守护的办法告诉我。首先用石墙跟带刺的陷阱完成他脚边的石之守护。我操，可以做个石房。哇，这是宫殿，这是宫殿啊，我操，我要自己用。看到死去的我是不是特别，对了，你是石墙跟带刺的陷阱完成石之守卫。啊，我先把持有物品，太爽了，很慢。我可以在城这边做一个小房子吧，做小房子好了。我觉得这边小房子做起来蛮好的。这个电鳗，带刺的陷阱完成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利用陷阱对付怪物了。谢谢 Big 送的六六老司机，去吧，将那只三只怪物引到他的面前，全部打爆。哦，在下面他们无限掉血，可以放风筝啊。我操，这个挺牛逼的，这个是挺牛逼的。谢谢 Big 送的老司机，我他妈我坐一地面，我把那个龙杀了不就行了吗？那边一个火龙，我坐一把，我到时候坐一排这个，我地上坐一排，然后把那火龙拉那个火龙，然后把火龙钉死，把那火龙给钉死，我觉得可以啊，绝逼啊，可行的。啊，这城堡已经爆了，这城堡已经爆了。啊，那火龙不动，火龙不动。我们要不要造家呢？这个地方，我觉得造家采一波物资啊，搞点东西啊，它蛮好的。哇！可以做城墙池啊，我可以做城墙，把城墙打了之后，我自己做城墙。罗宾。这谁啊？他是国王。啊，这个王神配十只守卫。狗洞过来一下，他有东西给我。在这个要塞的屋顶给我，用土块创造爬上来，在屋顶等我。哇，我把这个椅子搬走啊，搬到我家去，这王座啊。
搬到我家去。哇，贵族的椅子，哇，这大理石我也要搬回家啊，那全部搬回家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还有书，搬回家，搬回家。哇，等一下，他们这个灯也很漂亮。等一下，他们灯也很漂亮，他们灯搬走。回家，旗子，哇，这城墙石，我的妈，我就用这石头造家，我靠，无坚不摧啊！我操，我家里还是土块，无坚不摧啊！把城堡拆了，搬走，搬走，全部搬走。果然在后面，在外面探索地图就很爽。我这你妈这谁打不中我家啊？我现在土房子一下就爆了，一下就爆了。我操，这根本不用做材料，全他妈是材料。我先去楼顶啊，把他们好看东西全部带走啊。哼，钱用地板，这个地板也很帅啊。上去，你们信不信我把整个城给拆了？我有这耐心。哎呀，快点把我摔死！我铁门呢？铁门拆了，我要带回家。我好多护栏，我靠，这个城墙很漂亮，漂亮，我喜欢。我操！不是，我是把城墙给拆了。等一下啊，把城墙给拆了。锤子不够，谢谢，我是秃子村的蓝星。城墙顶，我先上城墙顶吧，爬到城墙顶去，去跟他见面。史莱姆，史莱姆也欺负我呀，打我干什么？哎，去找公主，哎，公主，我等会从上面往下拆啊，从上面往下拆。攻什么主啊？我操！我呀，大宝箱啊，我的。哎，这宝箱怎么开不了呢？你爬上来了，年轻的建筑师，欣赏这屋顶的风景吧。看啊，这片天空，风景很好吧？狗洞，如果你是建造师，就去破除天空的黑暗，让美丽的世界复原。我操！打开这个宝箱，里面有，哇，让我打开这个宝箱，给我什么？古之石，石之守卫的记录者，什么东西？这什么呀？守卫相关笔记，相关笔记，
阅读不了啊。谢楚大么么哒，哈哈，我是男的，送的六组六六老司机，谢谢。搞不定哎，我不管他有什么用啊，不管他有什么用，我要拆了这个皇宫，我把这皇宫搬到我家去，搬我家里面。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开家，就一个宝箱啊。旁边还有，那边还有吗？哦，还有一个宝箱。哎呀妈，传送！我宝箱也拆了，放家里面去，好看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摔死了！哎呀，你妈牢门，还好吧，无所谓，装备没爆什么，哈哈，没，就爆了点啊，什么都没爆，就随机爆了点垃圾吧。啊，我看帅不帅啊？这是我家，这是我家。哎，这是我做的家，这是我做的啊，这么帅多了，有一种，放到我家了。什么垃圾门？你敲了，我放个铁门。牛逼，牢门，监狱门。我操，我就不信了哈。所需空间不足。你要多大的空间啊？啊，哎，这个蜡烛还，我操，太低了吧，不行，我城墙没拆完呢，这尼玛这土的太垃圾了。我再做两把那个，再做两把石头，我要再过去拆吧，呵呵，把它们全拆了。哇，那好多东西呢，染料。木锤。过去拆城墙，但是我忘记怎么走了。要三个木锤。谢谢，把这地图改成黑暗之魂三的地图，送大屏。黑暗之魂三，
呀？现在帅多了。这什么垃圾，全锤了，锤爆了。我把垃圾全锤了，不要了。这房子也给他们报了，不给他们住了。家乱七八糟的，这边是我厨房，好丑啊。对，哎呀，太鸡巴丑了，真不想要啊。学技能用技能拆，刚才把任务完成了，在那边吧。我现在有技能了，攻击的时候蓄力一阵子，然后出招啊啊，学技能了，回旋斩，狗洞学会了回旋斩。我用这个回旋斩去拆城墙，应该拆得快得很。疗伤膏药。改革换代了啊，呀哈，我还要做个东西，膏药拿出来，膏药还有那个花朵，花朵也拿出来，花朵65颗。哎，做点药，药剂，药草。这么点啊，疗伤膏药。奇美拉之翼。只是守卫拿出来，拿出来有什么用啊？我都存着呀，仓库是共享的。可以做陷阱吗？只是守卫记录，配方没有啊。能做不了，能做城墙吗？我把城墙给拆了，我就可以做了。我去拆，我快饿死了，快饿死了，没东西吃。我看厨房他们做东西给我吃没有？做了两个烤蘑菇，不行啊，两个不行，我吃不饱，我吃不饱。这个弄牛叉的家，我把那个城墙拆了，我的牛叉了，牛叉的很，别要他。吃不饱，吃不饱。老宗，行尸走肉，七点钟，七点钟播那个半集，播那一集半。城墙是在哪里啊？怎么走啊？应该是那边吧，我忘记路了都。我等会可以自杀啊，自杀回来，三个锤子够了。够了。
看我技能啊！我操，用技能拆好快啊！我全拆，是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然后找到一个城池，一个城堡嘛。都看不到，我从去哪边过的呀？那边吧，那边过去的吧，那边过去的，左边左边。城堡附近修个家好像修不了啊，你等我看看吧。附近修家不能存档，还是要回家。哦，从这边过去的，想起来了，这边刚刚打 boss 的地方。摔得我好疼啊！然后我从这边垫过去的。对了。哎，我操！把第四野菜的带回家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不讲我都忘记了。哦，第四在后面，在后面，我还以为在这里呢。第四也带回家，因为声音大吗？哦，小一点。好了，来怪了，来怪了，天黑了。那做一个，我去拆城堡喽，爽哦，好爽哦，快跑快跑，这边先不惹。这边有点高啊，有点高。好喽，啊，到那个城堡。哎呀，我操！这小逼跟我跟到现在啊！不行，这边跳不上去。从这里，坐这里，坐这里。啊，行，我上来了。我现在这边没有吃的，等我可能会饿死啊。那我前面走一点就到城堡了。挖煤，等一下挖吧。那先不挖了，先把城堡给拆了。城堡拆了，城堡那个物资啊，真的是可以做出好好的东西啊，真的比现在好多了。我想在家里面做个城堡，把他们什么蜡烛啊，什么东西全拆了。这是我的世界吗？不是的，不是我的世界。新出的叫《勇士斗恶龙》，创造者，跟我的世界差不多，但是 Q 版的。我的世界那是马赛克，这是 Q 版的，比那个好玩。要玩剧情模式，到时候可以联机。好。哇，哇，我全要，我全要。
哇、哦，好多地刺啊！哇、哦，爽，爽啊！但是我会不会拆到饿死啊？周围没有吃的，这全花，花也不能吃，只能做药。哎，有吃的，这树旁边有果实，有吃的。嗯，做房子也没有吃的呀。嘿嘿，我刚才抱的，那这是我刚刚抱的，捡回来了。我上城墙，从城墙上面开始拆。史莱姆。哎，放灯干嘛？哇，这个城墙好硬啊！全拆了！我操！我大哥城堡全部搬回家，好多石头，这可是城墙材料啊！我这样搞肚子很饿呀。三格饥饿值，饥饿饿肚子饿没办法。我操！再把那几个灯啊，那几个装饰拆了，这上面的城墙拆了就可以了。你有耐心全部拆完吗？如果是你们，你们会把它全部拆完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吧，我肯定不行。那你把全部搬回去啊！大木锤坏了，锤坏了，这汗流。会吗？这么变态？这个我拆这个墙的话，很容易自己掉啊。啊，拆这个很容易掉，是摔死了。这个拆不拆？嗯。还捡不到还？一会儿把城堡修好，修好然后呢？你在这里不能做家啊。在这里不能做家，做家的话我也修好。屋顶挺好看的，好看。但是我怕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不摔死了吗？哟，我操，差点掉下去了。这有点危险，拆这个。
吓死我啊！我就说拆这个会掉下去的吧。哎呀，妈掉了好多材料。哎呦，这是我家，把搬到我家来。嗯，哎，烦死了。先去存个材料，去存个材料，掉了一点，还好吧，不算亏啊。拆了这个大概，城墙拆了100多个了，烛台掉的不多。石墙。一次啊，基本东西都存起来了。这个箱子不知道能做几个啊，它好像只能做一个，只能用一个，只能用一个。明天再去拆吧，我再做个任务，等我完行尸走肉了要。不是，我想用第四干一下那个龙，试一下看能不能打得过。谢谢完美送的十个大瓶，谢谢。哎，我操！哎，我逗逼了，对不起。罐子不能放太多，放太多，走路走不好。哎，这门也逗逼了。又受到怪物攻击了，为本人找出了抵御怪物城镇的做法，不眠不休之地来解夺脉什么路，得知在大木锤的深入穿越有一座城，城池有击退怪物的装置。啊，这个任务我做了，找出十只守卫的做法。你说啥？太会操人了，太会操人了。你说什么狗洞？你是传说的创造师，发掘十只守卫线索啊！发掘了，快让本人看看，给他。啊，对了对了，你的神情是不是变了？好像变得挺英挺的，太会操人。食材，三个食材。石墙，尖刺陷阱，西面，哦，我刚好把那个材料搞了，这个任务也可以瞬间完成。石阶墙组，尖刺陷阱可以做，我操，好爽！我现在都会做了。西面哪边是西啊 ？W是西吧？这个应该是西哈。空间不足，全锤了，回来把这个尖刺陷阱做了，让怪物攻城的时候我不至于那么狼狈啊。陷阱牛逼啊，可以了。石墙尖刺陷阱16，还是不够，
但十强运够了。哇，十强也不够啊，我的人家城墙十强装饰差不多吧，天赐放到这。耶，我把再放十强，两层嘛，游戏叫做勇士斗恶龙。哎，我操！勇士斗恶龙，创造小玩家。再做一下十强尖刺，尖刺差几个来着？尖刺差六个，差六个十强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乘以二。十六十七，六个尖刺，十七个墙。尖刺，这是哪座啊？在火炉座啊？这老太婆杀手送的阿兰星，用铜块来做，做了十个。石墙、煤炭、铜块，这个不太在烧一点，没做错啊，那是西面啊。啊，够了。够喽，冰冰，应该做完这个就开始怪物工程了吧？应该会测试一下，测试一下我这个威力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尖刺墙可以做得更大一点，更长一点，应该把这个界面铺满。铺满这个尖刺好一些，一点点不好使，这边还有一个石墙没有用，完成，十只守卫，我操牛逼啊，我操牛逼啊，十只守卫，其实又开始研究了，发现了新的真相，有支配着这块土地的怪物老大。打倒那个怪物老大，似乎就可以除去天空的黑暗。狗洞，打倒怪物老大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造更多的了。怪物老大是不是那个龙？还需要努力制造更强大的武器防具，打倒那个老大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，太了不起了！给我三个毛皮，谢李环宇送的大爱瓶。嗯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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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吃个东西啊，快饿死了。快饿死喽。饥饿值不够，断谢枫叶。了不起啊，了不起。等等。哎呀，这游戏好玩啊，好玩，真好玩。游戏叫《勇者斗恶龙》，今天刚出的新游戏《勇者斗恶龙》。啊，咱们玩的那个《行尸走肉》了啊，明天下午再玩吧。明天下午去拆城墙，今天是没心思拆了，今天拆的头疼。等等，这不是小游戏啊，这游戏你妈好难的，好吧？你看我那么多材料，什么材料做什么东西，还造家，我还造个大城堡，
然后时不时有怪物攻城，这个世界是无限大。